娜又获得独唱机会。Music。很强哎，三二一，果果挂点了吧？可以吗？蓝抗拒你蓝色的眼睛，蓝色眼睛，蓝色眼睛，展翼乐团的蓝色眼睛，哇靠，这么厉害！蓝眼睛，蓝眼睛算蓝色？当然不算啊，当然不行。你不如写蓝眼泪。对呀。好 ，OK， 好，现在慢慢已经在拉开距离哦。下面一道题目，请出题。我说的话你选择不听，把沉默变成你的武器，怎么就开始了战争，双方居然成为敌人。不能说我没权利依附，这是我的同学的歌，是你挑选了这一条路，岁月在黑暗里丢失，不会重新开始。这么厉害啊，应该是这个吧，应该是这个吧。哦，是吗？是吧，你不能答错吧。欸，我觉得有可能答错哦。三二一，对了对了对了，烟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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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的歌？那个我知道，陈星月，陈星月，陈星月，对，烟幕烟幕，星月，这歌是在校园里面蛮红的。哎，对对对，他自己有谁会独唱的？Verna 会吧 ？Verna 是算是同哎，欸，你们是同一届吗？同届同届同届同学啦。好，来 Verna 又获得独唱机会 ，Music。